多么霸气的长相啊！哥哥，不是说好了吗？连我来安，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？讨厌讨厌，我不要那么丑的雪人。还好啊，我走的是抽象路线。美术那么差，审美又那么火星，早说了让你别硬来的。再过几天就是腊月23，祭灶官了。哎呀，这时间过得真快呀，转眼又是一年春节到了。老婆子啊，你我又多了好几条皱纹了。可不是，岁月不饶人哦。我们在这儿待了一年了。按照《极兔星球百科全书》所说，穿梭于现实与异次元空间的列车一年出现一次。到了火车该出现的时候了。我想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。我也是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啊，瑞雪兆丰年，明年是个大丰收呢。是啊。哎呦，瞧这三个孩子看雪看得入迷了。看到了吗？没有。那列车是不是坏了？列车司机是不是生病了？他们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，不来接我们了？淡定，原理上说不会。哎呀，好想念我的各种高科技呀。也许要跑到当时落地的地方去才能回去。啊，那我们就去当时那个田地里等吧。 Go go go。 阿公阿婆，来客人了，在村头呢。老爷爷老奶奶终于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。哎呀，全部都做完了，真厉害，快去爷爷奶奶那儿领压岁钱吧。妈妈，我想你。妈妈。皮皮、西西、棒棒，你们怎么了？发烧了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不是背着我又做了什么坏事？哪有啊，妈妈，我们是发自内心的。老爷爷老奶奶整整给我们讲了78个传统节日的故事，故事除了告诉我们节日的习俗外，还教会了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，比如勤劳、尊敬长辈、孝顺父母、乐于助人等等等等的美德。此外，在老爷爷老奶奶家的劳动也让我们收敛了娇生惯养的性格。经过了这次磨练，我的意志和身体更加强壮了。我决定以后像个男子汉一样，帮妈妈做很多很多的事。你真的是我的儿子吗？太意外了，陆皮皮同学自打生下来以后，从来都没说过这么懂事、这么感人肺腑的话。妈妈，我好激动，好开心呐！哎呀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好了，无谓的奉承，对于铁面无私的妈妈我是没有用的。啊，既然你们这么乖，我就再交给你们一件任务。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身子骨不太好，你们做小辈的给老人敲敲背、按按腿，然后再领压岁钱。 OK OK。
啊，新年到了，有不少习俗和喜庆的事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新年的习俗我都知道，守岁、写春联、吃饺子、放开门炮仗、贴画机、祭财神，还有吃年糕。哎呦，长大了。我不仅知道习俗，还知道习俗的故事呢。哈哈，皮皮，爸爸对你刮目相看呢。祝爷爷奶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一年比一年年轻。那我就祝皮皮嘻嘻学业有成，开心健康的成长。祝棒棒呢成为全宇宙最了不起的发明家。谢谢爷爷。祝我们全家岁岁平安，事事如意。好，干杯。就这样，我们顺利地回到了现实世界。据奇兔星球的百科全书记载，那辆神奇的火车还会再次出发，奔向每一个渴望熟知传统文化的孩子们的身边。